too. Sick and tired of hearing all these people talking about what's the deal with this pop life and when is it gonna fade out. Then you got to realize that the food is not a trend. We got the gift of melody, we're gonna bring it to you.龙家刚刚他走到左外野那边看，他知道他趴下那之后，他看到，呜，突然来一个雷哈娜，怎么样？刚刚看到龙家会吓到吗？傻眼，傻眼到卡痰。哎，这个真是非常火辣性感的演出，谢谢谢谢，鸡皮疙瘩起来了都，哇，厉害，帅啊！梅梅报名演出进。还有这个问题来，哇，豆腐。听说李阳老师的声音很感，他的歌声很感性，可以现场唱一段给我们听听看吗？那我就唱一首我的主打歌，叫做《眼泪》。Sorry， 因为是范晓萱的主打了，《眼泪》主打他专辑红主打《眼泪》。我就是这样。世人的滥觞，刻板的印象，没有儿子，注意着小女的出场。你爱晒太阳，我赏我的月亮。清水河水，自己徜徉的海洋，想发出一道光，让世界。是这样，注定和你不一样。谢谢你欣不欣赏，我的风格是限量。我拥有太多不同际遇，安静吵闹，沉默都是。是这样，注定和你不一样。谢谢你欣不欣赏，我的风格是限量。或许你还不习惯，我在等你变成排档。我就是这样，注定和你不一样。谢谢你欣不欣赏，我的风格是限量。瘦瘦弱弱，可是声音超有爆发力。他刚不是打过篮球？你怎么说人家瘦弱？就是看起来是气质的女生这样子。谢谢谢谢，开心开心，很有 power。我们这边也有 power， 龙家，你觉得？真的，差一代，好棒。
不要害怕。哇，哎，他唱歌真的是动感。嗯，真的。今天我妹妹也要动感一下。真的。哇，你的现场的感染力就不一样，你声音出来。对啊。谢谢谢谢。我们今天七位妹妹呢，即将要化身动感天使。在一起，马上进行动感天使之争，由美眉们现场演唱今年动感歌曲，让来宾来选出最佳动感女生。马上欢迎第一位天使，但是不适合她，不适合，她是恶魔，平凡的仙女，仙女孩，好了，仙女玉兔。第一位表演的美眉玉兔，她是天使还是恶魔？看了就知道。好的。由于两位呢都是算选秀节目，而且是非常火的选秀节目出来的，您是从哪一个选秀节目跟大家台湾的朋友分享一下？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力扬。这个从头开始，我先。没有没有，我是在内地的还蛮火爆的一个比赛，叫做火爆，叫做超级女生，超级女生。06届，哎，他不能随便逛街的，因为没有啦，没有啦，万人空降会太火爆，不可能，没有太火爆，节目很火爆，我还好啦，你很好了，新人新人还需努力，对，好的，那我也要介绍一下啊，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超级劲辣的星光大道的周定伟，劲辣，是。这幽默的程度来讲的话，我想两位来讲的话，今天要给分一下，好不好？你们没有当评审对不对？今天当评审来评一下我妹妹。好的，好。第一位玉兔，耶！评审好，我就要带来是张惠妹的《火》。就是爱音乐，别叫我停下来。我就是爱唱歌，呼吸打着节拍。我心里的人情是我的指南针。要快乐就快乐，做什么都认真。你给的花是我的消息 ，I feel it good。